叶希沃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我怎么好像在一个地方转了好几圈啊？军中地形复杂，若是不识路，可以跟着三族进屋走。 嗯，你不怪我偷偷离开国都，偷偷跑来军营。你为什么非要走着过来？那只狐狸分明就是在故意刁难你，想让你知难而退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那又如何？我难道要回去吗？我这人从来不走回头路，说了要来看你。 就一定要来看你。不过你来晚了，我那箭伤已经好了。天人是怎么说的来着？欲擒故纵。哦，那既然如此，我明天就回去吧。哎。 在你脚好之前，哪儿都不许去。这又是什么道理啊？一会儿不准我来，一会儿不准我走，难道我是你招之则来，挥之则去的吗？你，叶希沃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明明是你先不告而别。 一个人偷偷跑来加官，把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扔在景王宫，害我替你担惊受怕。哼！好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好，偏然这欲擒故纵的法子果真有用，灭魂珠泪又在发烫。 先回去睡了，小心点儿。